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被杨紫惊艳到了，蓝白婚纱演绎高贵公主范，这次美得有点过分。作为在全国观众眼皮底下长大的童星，如今的杨紫无论是演技还是个人气质，在新生代演员中都十分惹人注目。她不仅在多部影视剧中塑造了经典角色，时尚表现力也越来越强，越来越稳。近日，小猴子为某品牌拍摄的婚纱映照惊艳了不少网友。身着一袭洁白货物蓝婚纱的她，完美演绎高贵公主范儿，这次真的美得有点过分了。白色是纯洁神圣的象征，也是婚纱礼服中最为常见的色调。飘逸灵动的婚纱与干净整洁的白色结合，第一眼就给人高贵雅致的 feel。杨紫此套婚纱拖地不规则裙摆设计，纯白色调位底，修身束腰版型，细致勾勒出她的身材比例，在绿荫花草间美得清新脱俗。婚纱领口采用了极富法式格调的方领，袖口处添加蕾丝透纱及花苞元素，锁边和腰部适当融入轻纱花卉交错，极尽浪漫唯美。白色蕾丝头纱和隐隐闪耀的星光耳饰相得益彰，整套装扮让杨紫看起来宛如一位高雅尊贵的公主，往那里一站就是一副精美海报。褶皱和立体领口设计的婚纱，相比蕾丝款型更多了几分简洁优雅，腰部巧妙增添不易察觉的银色碎钻元素，低调的华丽更为高级有格调。搭配花卉皇冠偶尔青丽头巾，轻轻松打造出高贵典雅的造型，美得不可方物。雾蓝色礼裙则让造型的神秘感和梦幻气息得到最大升级，配上杨紫头戴的精美花卉皇冠，犹如画中走来的仙子。深 V 领精致凸显出她修长的脖梗和优美锁骨，肩膀处的褶皱设计彰显考究品味，流苏耳饰完美勾勒脸部线条，美炸了。红色本就代表着热情炽烈，当耀眼明媚的大红融入设计精美雅致的礼裙，给人带来的视觉体验是极惊艳且具有冲击性的。杨紫这套 look 袖口、领口及裙摆位置采用花边元素，设计简约得体，左肩处增添黑色轻纱花苞加持，经典黑红色凹出最大方端庄的造型。白色礼裙虽然最为经典雅致，但也非常着重细节之处的设计，不然很容易出现单调乏味的观感。杨紫这套裙装加入立体式木耳花边元素，清雅间尽显时髦层次感，墨蓝色腰带和细致锁边丰富整体色调，更增高雅大气。露杯版型带着不经意的小性感和小魅惑，配上小猴子蓬松的发与清透的妆容，灵动甜美且清雅，回眸一笑直击人心的美。如今不仅出席活动的造型令人眼前一亮，小猴子私下的穿搭风格也非常值得小仙女们日常借鉴。比如这套运动 look就很适合春季出街装扮，舒适休闲永不过时，澄澈清新又有范。